他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是固执，个性非常非常的固执。真的人对这个部队啊都好，部队他说句的没有人不喜欢他。任何一个时代的皇上、国王、开国的君主，一旦发现他的爱将受到老百姓的拥护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杀掉他。似乎是为了理想而活着的人。大概中学的时候是在青岛，那时候因为祖父在那边服务，青岛那时候是德国的殖民地或者是势力范围。有一天就是为了在沙滩上，他捡到一颗很漂亮的石头，被德国小孩一手抢过去，还推打他一顿，一副对处殖民地这种人民的那种感觉。从那之后他就一直觉得说，我们中国一定要自己站起来，自己变成一个强国，那不管是在国内或国外的人民呢，才能够抬得起头来。所以他这一辈子我想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活。孙立人出身世家，他的父亲孙希泽是清光绪年间的举人，曾经担任北京中华大学校长。孙立人的伯父孙洪泽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在甲午战争之前追随台湾巡抚刘铭传担任护卫，也就是现在淡水的海关监督。孙立人的中学与大学教育都在清华完成。1921年他22岁，当选篮球国手，在上海参加远东运动会，夺得远东区篮球冠军。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孙立人考取公费留学，进入美国的普渡大学就读。2年之后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接下来，孙立人踏出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一步，进入维吉尼亚军校。我们中国从近200年来，中国人受西方的欺压，所有的知识分子，所有的念书人，没有一个人不是要追求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要追求中国的富强，啊，各种人，文人武人都是一样，都是要追求中国富人。而他认为要中国富强，一定要从军队下手。General Sun arrived at VMI in 1925.And he was already well-educated by American standards. He brought with him a degree in civil engineering from Purdue. Even though VMI has a long reputation of being an engineering school, he had mastered that by the time that he becomes a VMI cadet. And he came here to really pursue the liberal arts, English and world history, becoming a more rounded individual in his knowledge and his studies, and also, of course, to get the experience of the military environment. 维吉尼亚军校简称 VMI， 与西点军校齐名。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名将马歇尔将军就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VMI had become internationally known as the West Point of the South. The alumni had shown themselves to be very hard-working leaders in the military and in the civilian world, men of great integrity and honesty. And these were qualities that were highly sought after in the 1860s, the 1880s, and 1900. VMI 的教育强调荣誉和体能的训练，新生被当成是老鼠，要接受老生严格的磨练，培养克服艰难和困苦的毅力。
这影响了孙立人日后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信仰和行事风格。我在新生的时候，头一年半夜他敲那个鼓啊，把我们叫醒，我就站在四楼外头来看，人都站满了，然后他就宣布一件事情，他说今天发生一个很不幸的事情，某某先生啊，说他在做作弊啊，四个枪兵，他在中间呢，从这个大门口那里啊，把他带到这个中央啊，从此以后啊，他可被开除，就是就一部计程车在外头，计程车就带他就走了，这个我印象之深的。所有的人都吓坏了，说这个样子严格的处分呢，当然就不敢了，是吧？叫我们服从，啊，服从这个城市，啊，因为我们有个城市法庭嘛 ，honor court， 啊，这个，所以这每一个人呢，都有知道自己的职责之所在。这个国家的荣誉啊，这个都是不在话下。经过这个四年之后，吴兴之中这个人定了型了一样，有些事情他绝对不会去做。从 VMI 毕业，孙立人回国三年内换了好几个工作，一直到1932年加入财政部税警总团，担任特科兵团上校团长，终于投入从军报国的行列。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对日抗战开始。8月13号，日军进攻上海，发生淞沪战役。日本人宣称要在3个月之内征服中国，战况激烈。孙立人在10月16号升任第二支队少将司令官，他的部队在周家桥之役成功破坏日军机械化橡皮桥，日军7次渡河都被击退，伤亡惨重。不过孙立人也在这场战役中被榴弹炸伤，身中13弹。淞沪战役之后，孙立人将税警总团改组为财政部契司总队，担任中将总队长。1941年又改编为陆军新38师，担任中将师长。日后这支部队陪着他打出了国际性的声誉。1941年12月8号，日军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从单独抗战进入和英美盟国联合作战的新阶段。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建议之下，设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统帅，美军第7师师长史迪威中将被任命为中印缅战区的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负责指挥中印缅战区的同盟军联合作战。1942年2月，日军进攻缅甸，住在缅甸的英军兵力单薄，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向中国求援，蒋介石成立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率领新38师加入这场战争，驻守在缅甸中部的曼德勒。当英军一个师的兵力在曼德勒西南方的仁安羌被日军包围的时候，孙立人亲自到第一线指挥救援行动。孙立人这个作战呢，真是天才，他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有名的，我觉得有3个典型的战役。第一个仁安羌战役，仁安羌战役是英军七千多人被日本军人日军围困，日军有7000多人，他带了一团人，实际上只有700-800人，啊，带这样一团人去。打这个日军的这个7000多人，那个时候的日军正是强盛的时候，啊，他打这样子，2天之内，他把日军打垮，把
把英军解围出来，成为仁安墙大捷，震惊了这个世界。仁安枪之役以寡敌众，在二次大战第一次缅甸战役中取得盟军唯一的一次胜利。孙立人的表现受到国际瞩目，荣获英国女皇颁赠帝国司令勋章与美国的丰功勋章。仁安枪大捷之后，英军不愿恋战，决定从缅甸撤退。新三十八师掩护盟军撤出缅甸，缅甸沦入日军之手。中国军队由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指挥，计划穿越缅甸西北部的野人山回到云南。但是孙立人认为，野人山是热带丛林，纵横千里，难以穿越。他和杜聿明的意见不合。孙立人在掩护国军离开之后，将新三十八师向西面撤退到印度，结果由野人山返国的军队损失惨重，死亡7000多人，而孙立人的部队安全撤退到印度。日军占领缅甸之后，滇缅公路被封锁，中国战区统帅部决定反攻缅甸北部，修筑一条中印公路，同时攻占密支那的飞机场，让盟军运输充裕的军备到中国，使中国成为攻击日本本土的战略基地。盟军决定反攻缅甸，新三十八师再度成为反攻缅甸的关键部队。中国驻印军从1943年3月开始掩护修筑中印公路，到1944年8月，作战时间长达17个月，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新三十八师打过大小战斗3300多次，攻占1100多个据点。曾经在反攻缅甸的战役中，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的美国麦支队摄影师大卫·奎德，他还记得当年所面对的日军。You got to understand the capabilities of this Japanese division. It was the 18th division, called the Chrysanthemum Division. The Japanese throne is the Chrysanthemum throne. So this is obviously the best division of the Japanese army. It was.Because this is the outfit that took Singapore and captured 135,000 Commonwealth troops at a loss of 100 men. That's from General Tanaka himself, who was the commanding officer. And they are called, the 18th Division is called the Conquerors of Singapore. So you can see, the caliber of troops that the two Chinese divisions were opposing. 这样的部队还是被新一军打败了。赖卓先还记得这份荣耀。日本人败了，从缅甸就败了，不但没拿印度，从整个的缅甸败掉，全部会说他的几个师团呢，全部拿我们中国的部队给消灭了，大家落花流水，可以说。我们中国的部队跟日本人打仗，只有新一军这样子一个战力，没有吃败仗，通通尤其是十八师团在八摩的时候，他致死了几十个人跑掉了，连他的师团长官方啊，还有旗帜我们都给俘虏了，结果他做个消停做医的话来讲啊，跑掉了，否则的话他本质标准的全军覆没。日本十八师团是日本最精锐的部队，所以说我觉得中国人很光荣，能够把日本人打得这样的，一直打到哪时候，打到泰国边境，我们才会整个收复了缅甸。而孙立人身先士卒的精神，让当时身为副班长的赖卓先深受感动。我在第一线，大概晚上8-9点钟，我们被表啊搞不清楚，突然就发现后面我们部队后面有人来了，我们自己的人，我知道是自己的人。晚上啊，不
后来晚上有点子月蒙蒙的，有点子不是很黑，一看是军长，我小经理，我登到地方嘛，前面看到前方监视敌人嘛，在这个山兵坑里面，真的看到军长来，我当然起来，我跳出山兵坑那个经理，他把我压下去，他动不动，因为一动恐怕敌人很近嘛，跟敌人很近，我说军长你怎么到这地方来了，我不在这地方睡来，你不能来我不能来，他声音很大，我心里想着你不要把我们打成对面听得到很近呢，就等于我们二零七要跟来边一样，就是很近很听得到，我很感动，一个高级的指挥官，高级的将领，这个真正的第一线，这不是吹牛的第一线，是第一线之第一线，完全跟敌人接触的第一线，在过去是日本人的，或者说日本人在那边动过都看得到，我们动他也看到，我们就是说日本人对我们他怕，他不敢乱开枪，所以我们打他他怕，他看看了以后他看那个枪啊不能讲他白啊，很多说来的五六分钟才走的，有几分钟五六分钟还讲，因为姿势太高啊，要下面一掉，他给我们讲完全跟操作那个动作一样的给我们讲，我们这个抗日的这个作战的时候有功的将领很多，名将也很多啊，作战牺牲的也很多，但是你整个看来，从九一八战争开始，就东部整个垮了，到这个七七抗战华北的战争整个垮掉了，淞沪作战整个这样垮下了，一直到武汉作战、衡阳作战，我们都是号称都是胜利，但是整个讲起来都是转进，所谓转进都是撤退下来的，而孙立人是从印度这个带着这个三十八师这一个师，后来成为新一军，从印度一直从野人山一直可以说打到中国，把日军五个师团一个旅团十几万的部队打死了有七万到九万，日本人承认有九万被打死受伤的很多，整个把他击垮。大卫奎德所属的美军麦支队在1944年3月投入缅北战区，这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号召志愿兵所组成的特种部队，共有2900人，负责从日军背后切断日军的后勤支援与通讯。麦支队在对日作战中几度面临危机，都由新三十八师支援解围。麦支队的队徽上有象征中国军队的青天白日，代表战场所在的缅甸之星，象征长距离作战的闪电，掩护军队的绿色森林与空降装备的蓝天。麦支队是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在亚洲战场唯一的地面部队，美军认为麦支队在缅甸战场这么困难的环境能够达成任务是历史性的荣誉。美国陆军在1970年代初期重建游骑兵特种部队 Rangers 的时候，研究古今中外的特种部队，麦支队被视为特种部队的典范。When I got all done, they chose as their model Merrill's Marauders. Why? Why did they choose that? Four words come out of all this study: did more with less. That's how it came to be. 新的游骑兵特种部队继承了麦支队的传统，也继承了麦支队的队徽。青天白日的标记到现在都还标示在美国陆军最精锐的游骑兵特种部队 Rangers 的身上，麦支队让美军感到光荣，而孙立人的杰出领导也让美军敬佩，美国总共颁发了4枚勋章给他。当时负责指挥盟军联合作战的史迪威将军更是欣赏孙立人，史迪威的孙子到现在都还记得史迪威对孙立人的赞誉。General Stilwell was always very fond of General Sun. Of course,
having graduated from VMI and speaking English very, very well, it was much easier, even though General Stilwell was, of course, very fluent in Chinese. But what stood out, I think, in General Stilwell's eyes about General Sun was hi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his superior results that he achieved on the battlefield. As I say, he was always a very cool and aggressive commander and looked after his troops and had a tremendous character, too, that I think stood out in General Stilwell's mind. General Stilwell thought very highly of General Sun. He was a very competent commander, had a tremendous amount of character, and of course, one of the key things is that together they proved to the world that the Chinese soldier, given good leadership and taken care of, could be the equal of any Allied soldier. And they did that during the Second Burma Campaign. 孙立人在前后两次缅甸的反攻战争中，除了达到军事目的，也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让全世界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1945年，联军统帅艾森豪特别邀请孙立人前往欧洲战场参观。5月，孙立人前往欧洲，除了拜会艾森豪，也会见了驻扎在各地的著名将领。 诸如巴顿将军、蒙哥马利等。结束欧洲之行后，孙立人又转往美国参观。这次的欧美之行是孙立人军旅生涯的高峰，但也让人分外眼红。艾森豪还在当这个联军总司令，来了一封信，邀请他去访问欧洲战场。 当然他也很高兴了，他就带了一个随员就去了。在去以前，那时候还是委员长，委员长召见。进门以后，就开口大骂他，说：“谁叫你去的？”他说：“我是人家邀请的，而且你批准之后我才去啊。”哦，我们的委员长就大怒。 说为什么不邀请我？邀请你，为什么不要求别的将领？这显然已经是有成见了，啊，这个是使得他心里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难过。当然，他也不得不给他去啊。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结束8年对日抗战。新一军负责接收广州。 1946年1月，孙立人前往华盛顿参加联合国参谋首长会议。新一军则在2月转往秦皇岛，和国军其他的部队在沈阳集结，协助接收东北。当时中共在东北接收了日军的武器和军备，势力快速扩张，国民政府面临严重的威胁。国军和共军在东北激战。 4月，林彪坐镇四平街，新一军由戴军长、贾佑惠指挥，一连25天攻不下四平街。四平街的领标是10几万部队守四平街，而我们的国军是派3个军：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都是最精锐的国军，三面包围。啊，新一军是打这中间，新六军在右边。 这个七十一军在左边，这三个军包围，打了2个月打不下来，打不下来，这个时候啊，那么我们老总统就想到要把3、4个电报、急电把孙立人从美国召回到国内。到了南京见了孙立人，就跟孙立人讲，现在我国要从长春要撤退，我们打了四平街，打了2个月还打不下来。 长春要，你要去，赶快把他长四平街拿下来，长春赶快进去。不然的话，如果一退，我们进不去，啊，我们没办法接收。那么他到了，他马上总统派美龄号专机把他送到沈阳，他下了飞机就到了前线，到了前线，他把三个师长召集来，限令他一定要在2-3天之内把他拿下。
整个一下，他因为一去啊，他这个士兵一听说军长回来了，大家非常的振奋。那个这个，所以这个将士用命呢，这个一下之内就把这个士兵街打下来。孙立人攻下士兵街的第二天，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却说是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攻下四平街。孙立人看了非常不高兴，随军记者对孙立人说，消息是长官部发布的，孙立人的长官就是和他在缅甸发生冲突的杜聿明。当初从缅甸撤退的时候，孙立人拒绝从野人山撤退，被杜聿明视为违抗军令。在东北，两个人的冲突越演越烈，后来杜聿明不同意孙立人乘胜追击林彪，影响了整个国共的战局。攻到长征之后，接着就到松花江，松花江跟着他就过了松花江，到松花江的北岸站住，在他的意思就是马上就要拉这个哈尔滨啊。结果这个长官部不同意，他命令着入院。第二次，这个林彪南下，他又把南巴打垮，打退了，退至打到松花江以北。在这时候，他又主张要攻这个长城，结果也没有准许。所以，孙立人最感到遗憾的就是说，在这个时间，他可以把整个共产党击溃的时候，而没能入他院，所以他这个是非终身的一个遗憾。因为这个对作战他还想进一步再向前呢，这一点这个杜聿明并没有赞同他。结果他还跑到老总统到南京去向总统报告啊，总统对他还是蛮欣赏，认为他这个部队能打仗，那他能带兵，他能打仗，然后对他还相信他。那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终于还是没办法被命令叫他给这个新一军交出来，交给他副军长，他本身呢就调成这个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副司令长官。这个时候完全调空了嘛，啊，你说是高高，但是他没有部队了。所以孙立人将军领导的时候，如果当时一鼓作气，就像直捣黄龙，叶辉直捣黄龙一样，手到擒来，整个历史就不一样。这个地方孙立人将军很可惜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历史，不过呢就让林彪创造了不同的新的历史。第三个战役我觉得就金门战役。金门战役是民国38年大陆整个形势溃退下来啊，以致从上海淞沪之战，从淞沪 到江西，到浙江，到浙江江西，一直退到福建，福建把福州丢了，厦门丢掉了，结果那个叶飞的部队派了一司人马上攻金门啊，他们这个金门一司人，我们刚好派了两团人，这是经过孙立人训练守住这个古宁，而他们这个部队这个一司人正好38年10月25日的夜晚1点多钟登陆，刚好他们这部队在那守在碉堡上，所以一下他们一上岸就把他们打垮，那么当天就把这一部队击垮，当天就可以说整个垮，然后经过第二天第三天经过扫荡，这个共军是10000多人，他们守的是两个团，大概2-3千人啊，这个以少胜多，而且是共军是全军覆没，这是在中共的历史是他们战史上他记录的，他承认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失败，所以这三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啊，所以这个不是他训练有素，不是他指挥的好，这个不会有这样好的这个战役。我觉得这些战役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值得研究，后人来研究战死的人值得研究的一个地方。他跟孙立人到老局分
这个老先生的处置比较简单，越没越搞不清楚，打败的是在里面打败了，胜利是打胜的，胜利也没有打在东北没有打过败仗，哎，你不能办他，那好了，把你调开好。先生告诉我，明天总统又要召见了，那不叫总统，主席，那主席明天又召见了。他可能给我什么事做，我就判断，我第一给你练兵，第二给你办教育，军官学校，那军官学校校长已经不是总统了，已经这个放弃了，我以后就叫校长。他回来晚上就找我，讲了一点都不错，老爷子问我就两个字，要我选择。我说你别讲，我先问你，我先告诉你，你一定学生练兵，你怎么晓得？我说我知道你的毛病嘛，你以为练兵好啊，办学校好，因为你不是黄埔军系，你做黄埔军校校长做过了以后啊，你这个就可以混进去了，而这个地位蛮高的。而且你这个练兵的这个练将的这个本事啊，是训练的学生一定对你好。1947年7月15号，孙立人代理陆军副总司令，兼任陆军训练司令，在南京成立训练司令部，在台湾凤山设立训练基地，全力投入练兵。孙立人这个训练的，他这个真是有一套，他对这个部队啊，一方面非常要求严格，这一方面他待人又非常宽厚。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他去看部队下大雨，他就站在那儿动了不动，他讲话大雨他照样讲，他不动部队就不敢动吧。结果就在大雨倾盆当中啊，他就完成他的训练工啊。他当然一身湿，部队也一身湿。那么到后来解散以后，他马上下命令赶快烧生姜汤啊，红汤姜汤啊，就所有部队每个人都要喝，不要这个感冒。带兵带心呢，是吧？你把他的心带到了啊，你跟他讲实话啊，以身作则 ，to lead by example， 对不对？我做给你看，他这随时随地就趴在地上，你这个设计姿势不够标准，不够标准在什么地方？他做给你看，我没有几个将领能这样子做的，油也是少之又少。他这个带病是兴趣，他不晓得带病他难过，那是抢着要带病。再受罪也受苦，带病。我们在操场上，我们两个站谈天，远远地看见一个部队来的，他朝那个部队影子看去，一直看那个门口，就等于我们看到漂亮的小弟一样，老远就看他。他这是好斗又好色的，他那个喜欢士兵，他喜欢到今天，所以你不要带病，他难过。他这个人真是生活很简朴，我别的部队不要讲，就是我们那个炮兵团，我亲自看到他到我们那来视察啊，视察一定吃中饭啊，我们那时候哪里有饭厅，就是露天饭厅，哪里有桌子椅子，没有，一脸盆当张菜，就一个菜，大家都做小板凳嘛，每人都有个小板凳啊，绝对不许夹菜，你要夹菜的话他一定骂人。你带人能带到这样子不容易啊。他在训练的时候，做陆军总司令的时候，他召训各个部队到凤山来训练，各个部队的长官有很多的将官啊，或者校官啊，还是坐着小板凳拿着小板凳来听他
演讲啊，听他训话啊，教上听他上课啊，听他上课，他教这个统御学啊。那么有的人当然像刘安琪啊，所以我们拿着小凳子听他的课啊，让人心里不服啊。你看他一个军团司令，能够对部队做个小板凳啊，他觉得好像大受委屈。别的将领也是坐在板凳上，是不是啊？难道跟你弄个椅子来坐吗？不可能的事。你那个时候的物质条件怎么可能？他在台湾，不但整军、练军，然后他建军，他把军队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部队。他在建军方面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制度。第一个，比如他刚刚在台湾，他把台湾的日本当时的许多日本的军部队。退伍下来的部队，把它称一个啊，一个训练，给他一个训练。训练以后，派他们到各乡镇去做这个地方自卫部队的干部。第二点，他的兵役制度，台湾这今天能够有这样好的兵役制度，是可以说孙先生建立。他一定要主张人人都要当兵。人人当兵，而且要公平，不能够有特权，每个人都要当兵，到时候都要当兵，这是兵役的制度。第二，他预备军官制度，所有的这个大学的学生都要受预备军官教育，这个预备军官教育就是照美国这个预备军官的，这个办法，这预备军官。那么有了全面皆兵，有了兵役制度。有了后备军人，有了预备军官，台湾如果说有战事，这全部都马上都可以，就可以说举国皆兵了，这样在台湾才能够守得住啊！所以这个对台湾的贡献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1949年1月，中国大陆情势逆转。蒋介石宣布下野，国共谈判破裂，中共军队渡过长江，大举南下。蒋介石转往台湾，研拟反攻计划。6月1号，蒋介石搭乘太康舰抵达高雄港，孙立人前往迎接。在民国38年，我读到过，就是蒋经国写给孙立人的信，当时啊，风雨飘摇啊，那个国运啊。在围殴当中，那孙立人呢，那个可以说是就可以整个是独可以说是很决断的啊，提出来就说没有问题，我在台湾这边啊一定忠于领袖，一定支持，如果领袖要到台湾来，我支持领袖到台湾来。所以蒋经国有一封信呢表示感谢，说谢谢你这样子对我们。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后来蒋啊决定到台湾来的这个步骤、就做得更密集、更紧凑，而且计划得更好。所以这段时间，我想孙立人对蒋家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个保障。原本是距离权力核心遥远的台湾练兵，但是国民政府连连败退之后，台湾反而成了国民政府的新重心。老爷这次训练新兵也是敷衍的，好了，你这训练吧，训练给你一个训练任务，你训练去吧，不会你救国了。到了后来，为什么到了后来你救国了？大陆全部垮台了，所有部队都到台湾来了。到台湾来的部队呢，都是杂七杂八的部队。这个部队到台湾来重新整编，他们不应该服从你这边的，这些地方部队都有力量的，而且都通天的，这个老院吵的，那这国防部也没办法。国防部就说、好了，司令人是训练司令，台湾防卫总司令，你办，你去整编。这个是把人都得罪完了的事情啊，别人不做的，司令人高兴了，好啊。我就走，
你说人家说你傻瓜，傻瓜没关系，为国家办事。整编编来编去的一些干部都是原来的人啊，剩下也没有人嘛。这个到台湾来的这个将近差不多将近90万人，都是剩人。1949年10月，蒋介石嫡系将领汤恩伯的部队来到台湾。孙立人为了这件事和蒋介石发生严重冲突。孙立人的侄子孙善智是少数从孙立人口中得知这段经历的人。他说：“你知道我跟老总统吵过架。”我说：“好，你讲给我听听。”他说：“那是汤恩伯，汤恩伯部队。”被打败了，被打散了，那要撤回到台湾，那老总统就把他找去，老总统就跟孙将军讲，他说，他说汤的部队要回来了，你想办法把他整编一下。这个他说好，他说我回去我马上来办这个事情。那这是在这个没有吵架之前呢，先谈这个。就后来就是打电话叫他来，是那天中午11点多钟，余基师也在旁边。他说我，老总就问他，我交代你事情办了没有？他说我办了。他说我已经把几个国小、国民小学教舍腾出来，让他的部队先住进国民小学。啊，那因为那是在正规军里面有几个训练营，就是说这是他所训练的正规军。那这个就是安排他要住在这边，让汤恩伯部队住这边。结果蒋总统呢就讲说，这怎么可以啊？他说你把你们这个训练营腾出来，你们去住国小，让他部队住你们训练营。当我叔公当时就显得当有点气愤的，就是他说汤恩伯部队已经是破铜烂铁了，没有打仗的能力了。你怎么能让他去做正规军的这个？当然他去做这个，没有半年一年的整顿，他没有战斗能力。这个老总统这么讲，哎，你怎么这么自私？啊，就讲了一句话，怎么这么自私？结果我叔公就很气，他说我自私，他你才自私，他谁不知道汤恩伯部队是你的嫡系部队？啊，你今天你把正规军调着去。把他这个做正规军，我说他们再打过来，你往哪里拿什么去打？你往哪里跑？后面一句话很严重，他说你只有往太平洋去跳。你想老总统一辈子谁敢跟他讲这个话？他完全不了解一点，他完全不了解，不但他不了解，我说吧，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了解。他蒋中正就是最高阶层的东西，要求你回报的不是真相，要求你回报是他爱听的声音，这一点是你完全不了解。蒋介石的用人，当时候的用人跟一些部队的一些看法，真正来讲，不单是孙立人讲的说什么自私那些。他有五个很完整的军到了台湾，这五个人虽然都晋升上将，但是通通都没有实权，反而是那些像根本没有部队的罗列啊，根本没有部队的什么梁旭昭，他们一个一个起来。那换句话说，蒋介石蒋先生他在抓军权的整个过程当中，他有一个特性，就是说我宁可要没有包袱、没有军队的军人，那我绝对不用说有军权又有政治人脉关系的军人。孙立人一心练兵，以专业训练军队，但却不了解中国官场文化之险恶，部署情谊也被视为培植势力、结党营私。训练呢有大问题，我们学校里小学、中学读书啊，老师要控制都对学生要好吧？因为小学去幼稚园，小学生呢更是老师对学生好嘛。军队里的训练呢更是好啊，因为你要跟他打仗啊，
你跟他更甚死啊，你跟他不好怎么行呢？说生的人对那个部队啊都好，部队他受训的没有人不喜欢他，他跟大跟部队在一起下雨他不要打伞，跟你们一样年事了，一身几多长几样吃饭跟你们大锅吃饭，就把那个钢灰拿出来舀饭大口吃。你要是他经常在操场上，在操场上每一个兵打枪的时候，他就跟兵扑在一起，抱着肩膀教他怎么做。士兵们说，那个小兵啊，怎么看到一个总司令跟他这样子亲近，啊，那都好高兴啊，好光荣啊，尤其是国际名将，他又是他的样子，他很好，很的风采很好，又很火气，笑嘻嘻的。又他不骂了，说你教你，他不是说骂你笨的，说你蠢的，不是，他慢慢教。所以这个士兵对他都好。那你这样子，你就很危险了。那个军队给你训练呢，那不是不得了吗？但是他没有办法呀，你要训练就必须要这样训练的。这是个死境，这是个死境，没办法解决死境。他是练兵很实在，练兵很实在。他的每一天都是除了必须要到办公室以外，他其他的时间都放在训练上的。他向来，他从中级军官到高级军官，他一直都是重视这个部队的训练。他的脑子里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他人际关系不够了，人际关系都是这种往来啦，这种高级将领的之间他几乎是没有往来，他也不去啊。再加上他不是军校毕业的，所以这些人就在从中挑拨离间的。生的人会打仗怎么会不聪明呢？但是他真是没心血，你说那一套他不要听，这个不听的这没办法。所以周志柔在南京快到台湾来以前，在南京周山林要跟孙立人讲，周志柔还有汤恩伯吧，三个人要结拜弟兄，孙立人不干，这个是搞政治我不干。1949年年底，国民政府大势已去，迁都台北，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预备在台湾重整实力，但美国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却已经失望透顶，有意在台扶植其他的势力取而代之。孙立人在这之间扮演着非常微妙的角色。1949年，那个美国不是发表白皮书吗？那发表白皮书之后，其实他们对这个国民党政权，其实已经就算不是深恶痛绝，也实在已经是灰心透顶，不太想再跟他打交道了啦。好，所以那个白皮书，虽然他们不好意思说要给他送葬哈，不过这个效果有一点点也差不多嘛哈。所以就是说，好，白皮书完了以后，最好是不要再跟国民党打交道。然后所以他们就等着说这个国民党就垮掉嘛，好，然后就自动，问题就自动解除。美国国务院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接着在1950年一月发表《台湾地位未定论》，声明不再对国民政府提供任何军事援助。1950年3月1号，蒋介石在台北赴行逝世，孙立人率领官兵在凤山举行效忠大会，向蒋介石表示忠诚。但在同一时间，曾任美国驻台领事的克伦兹写了一封极机密的信函给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鲁斯克和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尼兹，信中提到经济合作总署台湾区的主任克莱格带回孙立人的秘密口信。 General Swan had confided to Craig that it was quite probable that he and a liberal groupbelieving that the reactionary Kuomintang government was ruining Formosa
and making it ripe for a communist takeover would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and set up one responsive to the people's will, which, purged of corruption and incompetence, they felt could defend the island. Sun wanted to know whether he could anticipate U.S. support after such a coup. After consulting with appropriate officers, Mr. Craig was told that he could convey orally to General Sun the following verbatim. We cannot express any opinion as to the advisability of this move, nor could we accept an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sequences. We would be disposed to continue assistance to any sound government, responsive to the will of the people of Formosa and capable of resisting communism. 接下来，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出台湾可能的发展机密报告。文件中再度提到孙立人计划政变。Various reports during recent months, for example, have indicated that Sun Li Ren, the U.S. educated general charged with Taiwan's defense, has been planning a coup d'etat aimed at the preservation of Jiang as a figurehead and the simultaneous liquidation of most of Jiang's close associates. Rumors of the contemplated move have been widely disseminated and are known to Jiang's entourage. 这份报告也对孙立人的能力做了简单的分析。Sun's political inexperience and his lack of influence with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suggest his probable inability to undertake such a revolt. Finally, Sun would be unlikely to attempt a coup in any case without tangible assurance of U.S. support. 当然这个美国之所以不喜欢国民党，其实他们到最后变成就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蒋介石。他们认为他是所有的问题的核心，好啊，所以呢，对他的应该是从抗战时期从史迪威开始那样子的印象，然后再加上那个抗战时期的那些美国大使馆的那些官员哈所做的一些报告，就是报告就是说什么独裁啦，贪污啦，腐败啦，这个什么什么任用私人啊，什么这一类的，就是集权啊，什么就是这些好像很不好的这个形容词，基本上他们到最后就把他个人化成就是蒋介石。好，你所以美国政府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人就是不喜欢蒋这个人，好，就是不喜欢蒋介石这一个人。那但是那种问题是说不喜欢这个人，他又不可或缺。好，他们曾经很希望说能够把他换掉，好，最好是因为在那个蒋介石还没有到台湾，还没有真的撤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派人来台湾，就是看看可不可以有一个没有蒋的台湾，哈，就是那就是当然试探一下这个陈诚啊，试探一下这个孙立人啊，试探一下台湾人呐，哈，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对于美国人想要找人代替自己，熟悉情报工作的蒋介石不可能一无所知。在1950年代，担任蒋介石英文秘书的沈琦说，蒋介石不是不处理，只是时机还不到。他是当然，他这个我们的许多单位啊，我是管情报的，什么情报机构等等，也都有消息了。所以老总统可以说已经是知道的相当的多了。不过因为一方面孙立人当然是一个人才，第二方面呢，尤其是身为都投鼠忌器，刚才这个讲的话，有美国人在后边支持他，你要真正是要太严厉的处置他，你一定是损伤到中美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是很小心的来处理这件事情。在专制政治之下，他不希望他的将领得到士兵的拥护，当然他也不希望他士兵都叛离了他的部将，所以这是一个微妙的一个确实一个恐怖的一个平衡。任何一个时代的皇上、国王、开国的君主，一旦发现他的爱将受到
老百姓拥护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杀掉他。孙立人的前途是稍微读过历史都会发现他岌岌可危。我军欲发呀，军臣团结无期望，即使救国王，孟子李老走四方，不怕刀枪，只怕敌人强。秦丧四朝，小民将唐，才算好儿郎。告诉我说他是阎王的，他是阎王。他说我是阎王的，我是阎王的。住在美国的林伯文，长期搜集历史资料和档案，撰写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报道。他从小仰慕孙立人的战功。孙立人被软禁，他一直很想了解相关的内情和历史真相。林伯文在美国发现的孙立人档案和资料让他非常震撼。我在中学时代对这个孙立人跟雷震两个反国民党人物我最感兴趣，在台湾不太容易找到孙立人的资料。70年代初我到美国来以后，这个有时我在一方面念书，一方面这个勤于收集这个中国近代史资料，但是也一直没有机会找到孙立人的资料。这个到了80年代，到了1984年，我买到一本书，是这个史蒂文森的文件，里面看到这个史蒂文森，这个以前这个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他第一次选书之后，第一次选书是在1952年选输掉，到台湾来访问，1953访问，孙立人有一天晚上去找他，这个。在台北宾馆，这个会晤这个史蒂文森，这个孙立人在他前面压低的声音，这个大骂这个蒋介石、蒋经国，这个国民党，还有政战制度。然后这个我看到这一段谈话，这段记录啊，非常的这个惊讶。这个我当时心里面想，这个孙立人是一个当时是中华民国的这个陆军总司令。居然跑到这个美国政客的前面，批评自己的政府，批评自己的元首。At 10:30 p.m., General Sun Li Ren, commander of the Nationalist Army, talked to him alone for an hour. He was ill at ease and spoke in a low voice, since he clearly feared that the room was equipped with microphones. He said that General George C. Marshall had been absolutely right during his official mission to China in 1946, when he had criticize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s corrupt, inefficient, and without popular support. The general added that the secret police were maintaining rigid thought control on Taiwan, and that Jiang and his son were ruthless and relentless in suppressing any opposition to themselves. 当年美国政府对中国政策的相关文件，目前都存放在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里，包括列为最高机密等级的档案。其中1950年代的档案，大多数也都在1990年代逐渐解密公开，提供我们进一步了解当年中美关系的内情。There was a good deal of talk about
a coup on Taiwan against Chiang Kai-shek. There were many, many rumors that were reported back to Washington. A number of American official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the months just before the Korean War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y of a coup in internal documents. Paul Nitze, for example, the head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outlined the various steps that could be taken in an anti-Chiang coup led by General Sun. Several officials in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also talked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coup involving General Sun. 韩战爆发前大概一个月左右，那一段时间是有关台湾问题哈吵得最凶，就是说讨论的最激烈的时候。好，那个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韩国那边谁也没有预料到那时候会爆发，可是在六月，就是五月底到六月初，就是这一个月的中间哈，这个美国有关于这个台湾的那个处置的问题哈，应该到底该不该帮？好，1950年1月5号，杜鲁门已经说我们不帮了，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对不对？那可是照说他说了就算了，不是吗？可是问题是就是没有算，就是说尘埃没有办法落定。好，所以到了五月底到六月初，在韩战爆发之前，真的是他们讨论这件事讨论的最激烈的时候。五月初，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尼兹针对孙立人如果政变，美国的因应策略定出了11个步骤，有下面几个重点。If it is true, as General Sun Li Ren has confided, that he is prepared to wipe the Formosan state clean and assume full military control without losing the Chinese Air Force and Navy. This government should in no way be involved in Sun's coup d'etat. Such a coup, given Sun's political naivete, would leave a dangerous political vacuum on Formosa. It would therefore be advisable that we have a prepared list of political leaders who can take over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in the immediate wake of the coup. The American hand in the running of Formosan affairs should be veiled, but vigorous. Our principal objectives should be to make Formosa a show window for Asia, demonstrating that freedom, with American support, spells prosperity and contentment. This means that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on Formosa should proclaim itself as an autonomous provincial government. 国务院说，如果孙立人发动政变，他们希望孙立人能够在2天之内，48小时之内政变成功。然后呢，孙立人在政变第一天向全台湾老百姓表明，他要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有能力的政府，请老百姓放心。然后呢，美国准备在政变成功之后3天之内，派一个非地位很高而且很能干的官员到台湾去协调台湾，跟孙立人接触，这个讨论台湾这个怎么样安定台湾的局面。然后呢，美国也建议，万一孙立人政变成功，希望孙立人通知中共的陈毅跟这个叶剑英，表示说台湾对他们没有敌意，请他们这个不要对台湾进行任何武装攻击。助理国务卿鲁斯克紧接着尼兹之后，在五月底向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一份对台湾政策报告。除非蒋介石和他的亲信愿意下野离开台湾，否则美国应该支持孙立人政变。The U.S. should inform Sun Li Ren in the strictest confidence through a private emissary that the U.S.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furnish him the necessary military aid and advice in the event that he wishes to stage a coup d'etat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his military control over the island. Sun should also be given ample funds. The total might run into several million dollars.To assist him in buying over the other commanders necessary to such an undertaking.
urgent preparations would have to be made to arrange for the shipment from Guam or some other nearby U.S. bases of the arms and ammunition necessary to meet Swin's military requirements at the outset of such an undertaking. 鲁斯克提出他的对台政策之后，他就收到孙立人写给他的密函。孙立人表示愿意政变，这也是美国与孙立人之间最著名的历史公案，但是证据已经消失。 Rusk said that he burned the letter because he feared for General Sun's life. What happened as a result of that offer, we don't know. Was the offer actually made? My belief is that it probably was. Rusk had no reason to make up this story. It would in no way enhance his reputation. 这也是为了造成很多人许多人不相信孙立人会政变，会发动这个政变的这个原因，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竟然即使有很多这个 CIA 国务院的这个档案，这个证明说美国人跟孙立人接触相当频繁，而且还像那个 Paul Nitz 保罗尼兹，当年是国务院这个政策计划局这个局长，还草拟了几个政变的方案，都是以孙立人做主角。但是就是能够证明孙立人想要发动政变的这个唯一的证据呢，就是现知道的就是鲁斯克收到信息。现任中国时报副总编辑的杜念中曾经亲自访问鲁斯克，试图了解历史的真相。我见他的时候呢，我第一个问题呢，就开门见山就问他孙立人，也就是引述了熊安邦的书里面提到孙立人要发动政变。那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就是他当时是吓了一跳，而且就变成很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他露出了这种表情。鲁斯克当时年纪是81岁，曾经中风过，有一点不良于行，可是头脑非常非常清楚。我的问题马上让他警觉到，他似乎不愿意谈，不应该谈。可是我想当时他的困难就是，第一，他熊安邦是他儿子的朋友，替他写传，他如果要否认这个事情呢，就直接否认了他儿子的朋友，而他的朋友就在跟他同一个地方教书，所以他必须要承认这段话是属实。从那边开始，我就开始追问他很多问题。但是鲁斯克就说，第一，这是孙立人自己的想法。我问他说，美国有没有 involved 在这个事情里面？那么第二，美国跟孙立人有没有联络？那么孙立人是透过什么样子的管道把这样子的一个 message 送到你这边来？那么他一概呢，就是说不是不清楚，就是不记得。当然他也没有说我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换言之就是说他把他所谓的孙立人要发动兵变或者政变的事情呢，完全推给孙立人，也就是说这里面美国没有任何的角色，撇得一干二净。这是极机密的事情，或者是当时是要杀头的事情，是谁也不要留下任何什么东西，是没有错了。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这样，孙立人会写上一张纸，还签个名，那就是更不可靠了。就是说这样子，当时自己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好像靠不住，好，不太可能这样子。孙立人修气修的多，一个人修气修多了，他总有一点脾气要发嘛，对发脾气，谁发脾气呢？他又不敢跟太太发脾气。他不敢跟我们发脾气。乔国元是他的清华的同学，一样大学，这随便话就讲的，跑到乔国元家的沙发上一躺，妈的，我今天到了就受气了，他妈的，每个人要我干就干的，这种话会有的。这是因为你的乔国对他讲，他别人不会讲的。比如说，还有一个政治上很注意的人物。徐副官，我介绍这几十年的。徐副官出来以后跟我讲，孙立人不会造反。我说为什么道理？造反是阴谋家，他是阳谋家，他什么话都讲出来，还造什么反呢？
这个我跟个胡志南的，胡志南这个人啊，就那个牲口的花瓶，你看见看不到底。生的人是个大盘子，浅碟的盘子，一眼到底。我认为他极有叛变的意图，他有这个 intention 这个意图，但是没有行动。因为为什么韩战爆发了？我认为这个孙立人发动这个兵变，想要发动兵变的原因，大致上来说有三个。第一个是美，最主要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一个是美国人怂恿他。美国人在幕后这个极美国人看重他，美国人这个大力怂恿他，这最重要一个原因。第二个，孙立人本身的使命感，他认为当时这个国民政府就台国民政府的处境非常艰险，非常这个在危急存亡之秋。好像说他，我认为孙立人认为自认他最后他出山才能够挽救台湾的命运，挽救整个中华民国的命运。第三个原因是孙立人，我认为孙立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军人，他服从领袖，效忠领袖，但他不是始终，他这个并不是对蒋介石这个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这个始终到底。他认为蒋介石已经不行了，蒋介石周围的人更糟糕。他认为他这个这个时候，这个时代是铲除蒋介石周围的人这个最好的时机。而且他也曾经向美国人表示过，他发动政变，他要还有让蒋介石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橡皮图章，还是把蒋介石捧在高高在上，对他这个安全，这个生命安全，这个绝对保障他，保障蒋介石。但是他胜利的目的就是要铲除蒋介石周围那群无能腐化的这个高级将领跟政客。6月25号，韩战爆发，改变了台湾的命运。在韩战之前，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从不对台湾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到麦克阿瑟指出台湾地位重要，有如一艘不会沉没的航空母舰。1900年5、6月的时候，哈，那个尤其是像那个麦克阿瑟将军在从东京哈就已经开始有那种动作哈，希望不要台湾不要就放弃。那不要就放弃呢，结果就韩战爆发。那因为这个内部的动作外面比较看不出来，所以就变成说韩战爆发，杜鲁门就宣布说好吧，第七舰队这个中立台湾海峡。那大部分的那个人就觉得说那就是了，好，就是说等于是第七舰队保护台湾，不让中共这个占领台湾。可是这个问题不是这样，好，就是说他真的是要中立。所谓的中立就是他不帮中共，他也不帮台湾，他只是希望韩战不要扩大。那其实最大的转变其实也不是韩战爆发，而是中共介入韩战。那中共介入韩战，如果美国把他打败，那当然也没事儿。好，就是这个。可是问题是，中共等于是快把美国逼出朝鲜半岛嘛。那在最最严重的时候，其实美国已经准备就是说放弃朝鲜半岛，然后跟中共谈和。韩战的发生也影响美国对蒋介石的态度。根据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的档案记录，韩战爆发第二天，杜鲁门在阁员会议里提到，他在一个月前收到蒋介石的信，表示必要的话可以下台。The president said that he had a letter from the generalissimo about 1 month ago to the effect that the generalissimo might step out of the situation if that would help. He said that we might want to proceed along those lines in order to get Chinese forces helping us. He thought that the generalissimo might step out.If MacArthur were put in， 国务卿艾菊逊认为，不应该将韩战和台湾的政权问题混为一谈。杜鲁门同意这个问题下个阶段再处理，美国还是先将重点放在韩战上面。杜鲁门也在会议里强调，美国不会再给台湾一毛钱，因为过去的援助都被拿去美国投资房地产。到了差不多1952年的时候，因为韩战停战，老是不签，
好，那这个确实是对台湾有一点啊、比较正面的影响。那老是不签，然后美国的那个挫折感越来越重。那越来越重的时候，台湾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变成说，慢慢也可以变成一个政治资产。啊，就是自由中国就是一个政治资产，可以建设成一个什么民主的橱窗啊？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嘛，哈，就是建设成一个民主橱窗。1954年9月3号，中共炮轰金门，发生第一次台海危机。12月下旬，美国和台湾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台湾终于得到美国具体承诺保卫台湾，蒋介石的政权因此巩固，孙立人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价值立刻降低。Because General Sun was no longer necessary as an ornament fo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He was no longer necessary to obtain American support. And he was a possible threat to Chiang. 孙立人面对的政治斗争远在韩战开始之前就已经一步步出现。1950年3月25号，孙立人在总统府宣誓就职陆军总司令。当天，他的随从参谋潘申庆、秘书黄正和姐姐黄觉被保安司令部扣押。黄氏姐妹判刑10年，关了10年，罪名是过失泄露军事机密。虽然这个案子已经发生了半个世纪，黄觉的记忆仍然深刻。我现在回想起来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案子跟李鸿将军他们的案子就是一个案子，都是孙案里面的小案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延平南路情报局的一个侦防组里面，我们就都是在那里。李将军他的师长啊、团长啊、营长啊，以及很多的干部啊，也都被关在延平南路那个监狱里面。我们也在那里，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延平南路就是叫做侦防组了。侦防组有一位职员就跟我们讲：“哎呀，这里简直可以作为陆军总部的分部了，你们都来了嘛。”他们天天告诉我们听。明年你们一定可以回家了，因为你们本来就没有事，只是彭文吉跟孙司令官有意见，金国先生也有意见，所以才把你们关到这里来了。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两个女青年，又有什么了不起？要会牵连到这么一个大的案子里面去呢？但是事实上是确实已经，我们是以后。我们被捕以后，每年陆军总部里面就断断续续的、不停的发生了知匪不报啦、泄露军机啦等等等等的案子被抓的人。比如说最高的有段云先生，他是军长；还有就是周之玉处长，他是被枪毙了，段先生也被枪毙了，都是陆军总部来的。孙立人上任陆军总司令之后，他和蒋经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关系越来越紧张。他们两个人对于国军应不应该有政工制度看法完全不同。孙将军认为军事以作战为主，以胜打胜仗为主，所以这个指挥官的这个指挥权不能够分散的。那么经国先生，那么这个政工人员要来跟这个主官来争权的话呢，这他是不赞成的。第二呢，两个人个性不同，所以两个人在一起个性不一样。孙先生是一个很标准的、很古板的人，那么这个经国先生是一个很随和的啊，很随和的人。两个人这个性格，而且。经国先生呢，比较属于内向的一个人，啊，那么这个孙将军是个外向的人，有话就讲。那么蒋先生他是有话不讲的，所以这两个人呢在一起这个聚会，那么两个个性不同，所以也就合不来，所以因而呢就
就可以说越走越远。有一次在南昌街啊，那个蒋经国过年吧，啊，蒋经国去拜年了，那孙立人在楼上，可能当时那个对蒋经国可能有一点意见还是怎么样，啊，其实人蛮好的，不过呢，他不想见他，他就说他不舒服，生病啊，这样子。所以这个陈良心到楼上跟孙立人讲的时候，孙立人要他说我不舒服生病了，跟他讲啊，那他就下来跟他讲，就说哎，孙将军在楼上，不过身体生病了，不舒服啊，那个抱歉了，不能够来看你，不能够下来看你。那蒋经国非常诚意啊，他就说那我上去看他，我上去看他。那陈良心又跑上去了，跟那个孙总司令讲，哎，他要上来。啊，不用了，不用，不用上来，不用上来。所以这个不用上来，再下来很难说了。这个蒋经国也听得到了这个后面的意思，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过节吧。我记得有一次，这个经国先生到美国第一次访问，陈先生把我叫去了。他说今天蒋主任到美国去啊，你到机场替我送行。我说总是这不行啊，我说我是少校，一个少校那都是大官在哪里送，我怎么能够去向他这个事，我想恐怕还是你自己亲自去好，不要不要。然后我就说我再继续进言了，我说那副总司令，我说你好几个副总司令嘛，这再不行的话参谋长嘛，再不然行这参谋这个政战部主任呢，那政战部主任我还记得是蒋坚人，他说就是你，那我也没办法，我硬着头皮去了。哎，我一看这人堆里头有蒋坚人呢，我这灵机一动，我就跑去跟蒋坚人报告，我说主任啊，这个总司令今天不能来，你带他讲一声好不好，他不肯。哎，我硬着头皮去讲，这就一个例子，就证明没有这个必要嘛。你要就不去，你要去嘛就自己去一下，去一下有与你有何伤害呢？是吧？他就这样，他是固执，个性非常非常的固执。我曾经跟蒋经国在森林里出过很多的主意，我曾经跟他讲，我说蒋经国，你这骂他，你不服气，我但蒋经国有他的苦。他是他的儿子，儿子有儿子的好处，儿子有儿子的坏处啊。提拔你那是公正，提拔儿子私心，这个儿子自己也有点尴尬啊。但是金门炮战蒋经国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要死人的。我说你应该啊跟美国这个朋友大使也好，顾问团也好，来的客人也好，严格的讲，蒋经国他有他的好处，他廉洁，他是负责，他勇敢。我真跟我是不赞成的，但是这些地方我们不能骂上他。我说你要讲了以后，你不怕这个话传不到蒋经国面前，一定会中断。传到以后，蒋经国对你啊，一定是不晓得多感谢。因为一个反对的人讲得的好，这个真的是好了。我说你这个你可不可以讲啊，我可以讲，他告诉我我可以讲，但从来不讲。那要讲的真可以改变局面，真可以改变局面。这最关键的就是蒋经国要继承大宝，不许任何派系势力存在。森林人这个这一点是死界中间的死界，非垮不可。但是没办法整的，查贪污，查匪谍，匪谍找不到匪谍，最后就招一个抓的郭天亮，有那个毛人凤这些人，高级的人跟他说，保证你不承认也不行。从1949年到1955年前后，被称为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情治单位利用戒严令、惩治叛乱条例和肃清匪谍条例，大量逮捕匪谍嫌疑犯。
一般相信，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当局以匪谍、共产党名义枪毙的有4000人左右，被处以有期、无期徒刑的有8000到10000人，确实数字难以估计。1999年，立法院通过法律，开始调查赔偿当年因为内乱外患和减速匪谍条例受到不当审判的案例，已经有上千个案被认定是冤案。补偿基金会到今天为止审查了大概3000多件，3300多件。那通过补偿大概90%左右，就是90%左右。那剩下10%，大概大部分是因为他不是叛乱罪的，是贪污罪或其他罪名的。真正有实据的，大概0.3%左右，在10件左右。从这些数字来看呢，我们主要是说不当的审判啊。那用现在法律来看以前的事情，那有些是，大部分是证据不足，就说靠的是自白，或者同案被告的口述，这样为主，没有实质的证据，就这样子居多数。希望大家从这个历史教训呢，来希望大家有所警惕，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1955年5月25号，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生效之后的2个月，孙立人的部属陆军部校少校教官郭廷亮被以匪谍罪名逮捕，牵连300多人，送到保安司令部审讯的有108人，被起诉判刑的有35人。郭廷亮是孙立人在反攻缅甸战役的部属。郭廷亮在战场上身受重伤，孙立人派直升机将他送到印度医疗，救活了郭廷亮。两个人的关系从此变得密切。那他呢，就是感恩于孙立人，而且他本身呢，体格啊，就是个武将的样子，所以各方面的动作，因为有这个心，表现得更好。所以来到台湾以后，孙立人看，哇，这表现就是他最好，所以他们成立一个示范营，示范动作就是这个营的这些军官或者是士官，甚至士兵，就是这个营最好。那他呢，示范营营长，他是这个最好的龙头，所以他带这个示范营。跟郭廷亮同案被逮捕下狱的沈成基称呼郭廷亮为大哥，两个人是兄弟之交。他讲哈，毛人凤跟毛铁岳讲，只要你承认你是匪谍，他说孙将军没有事情，他的学生啊也没有事，统统放回去。结果他想啊，只要牺牲他一个人，我们老总没有事情，我们的同学也没事，因为他不是我们第四军营办的，他是第六军营办的。所以说少校，那时候我们陆军的少校啊，老子说要拿火车来撞了。为什么孙将军对他好？因为这个人哈，我跟他相处我才晓得。那个时候困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去他家，临时家里面一块钱都没有，他太太啊就拿到一双高跟鞋，拿个高跟鞋还是干什么呢？还是他们结婚的一双高跟鞋，就拿到当铺去压，那个时候好像压5块还是10块钱，就拿卖鸡蛋啊卖的小白菜拿回来，就炒个蛋炒饭给大家吃，你想想。所以他那个人对朋友啊，老实说没有话讲，哦，对长官那个是忠心耿耿，所以他就讲嘛，他牺牲他自己成全大家，他说就愿意当这个加菲的，拉下来他们骗他。国防部的判决书上说，郭廷亮深得孙立人的信任，因为孙立人不满现状，少数学生对孙立人没有升任参谋总长心怀怨愤，孙立人就派郭廷亮到各部队秘密联络集会，从事不法活动，还有一本红色小日记本作为证据。
其他人的罪名也和孙立人有关，包括孙立人意图串联部署，挟持蒋介石，利用蒋介石教阅部队的时候兵变等等。但是孙立人没有被起诉。8月1号开始，孙立人奉命不准出门。上面要他引咎辞职，引咎辞职的话就是要他签字啊。那时候总统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叫黄伯度，因为也是乡亲，跟我们家也有点渊源呢、啊。后来就要他去拿了这个稿子，去到家就签这个字。去了大概2次3次，我叔公没理他。他说我问心无愧，我救从何来？为什么要我引咎辞职？后来上面因为逼得很紧，当他们也去最后用最后一种手段，他就是黄伯度跑到我家来跟我父亲谈。他说你劝劝孙将军，他说假如他再不签这个字的话，所有抓的大概200-300人准备统统要，因为这个是正中孙将军的要害，因为他是最爱部下。你想他把他最这个抓起来这些人要统统把他处死的话，这个对他是最绝对这最后一个这个杀手锏了。他也跟我讲，他说我父亲呢，他包括我父亲在内，他也这样讲，叫我父亲马上连夜就跑到他那边，跟他把这个情形跟他报告。他就说，他说我一生带兵打仗没有说睡不着觉的，这一天呢，他说我一夜没办法睡，他说我到底要跟他们拼到底呢，就是说要跟他坚持到底呢，还是说要忍这一口气？他说我今天我一个人死无所谓，他说我不能连累我这么多部下，不止200人，你想他家眷什么的有多少人，他说最后我是忍，实在是没有办法签了这个字。8月4号清晨，孙立人写好辞呈。8月20号，总统府颁布命令，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照准，组织9人调查委员会，陈诚担任主任委员，类似橡皮图章的9人小组，在调查报告里接受郭廷亮承认自己是匪谍的自白，孙立人应负失察的责任。10月20号，蒋介石总统颁布命令，对孙立人准予自新，由国防部随时查考，以观后效。孙立人从此失去自由，开始漫长的软禁生活。假如你说他要造反，那你就应当军法审判。你这弄了个9人小组，这么这些老先生在哪里？就是等于是做个圈套一样嘛，这样子，是吧？你要是把他军法审判，那也是名正言顺呢。你既然说，那你也拿出证据来嘛，是吧？那个时代可以这样做，现在这样时代行不行？在9人小组之后，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压力，监察院紧接着成立5人小组调查这个案子。那年年底，5人小组报告出炉，呈请总统核实，结果列为密件，不准公布。这份报告在监察院里被密封了30多年，孙立人自由之后才逐步公开。这份报告基本上澄清孙立人的罪名。监察委员赵荣耀在监察院的档案里看到一封私人信件，这封信到现在还没有公开。这才是定的。当时的召集人曹启文委员，他另外还写一封私函给蒋校长。我想后来了解，他跟陆军，他可能也是当年陆军官校毕业的，所以他就写信给蒋校长。那么他因为是私函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公布。信里面当然也可以感觉出来，他本来当时我们几个委员是想弹劾国防部啊，这个主席室的人员，主席室人员要提案弹劾他们，觉得这个。
这个不只是影响国军的士气啊，而且本来是要，而且是他们完全对国防部的这个侦查报告是完全看法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觉得是应该弹劾的。本来是要提到用白真情于天下啊，但是后来想到军作历史另一之污点，实觉于心不安，却非敬于忠以报恩之道也，所以才忍下来，所以才私下写封信给老总统。所以你没有看里面还讲国防部不晓得居心何在啊，这个影响之大，这个教之明朝的杀熊廷弼袁崇焕了、犹有过之啊，有这种话都出来了，所以他写的非常刚烈刚强的。郭廷亮被判处死刑，宣判同一天，蒋介石总统核定减为无期徒刑，同案被告分别判处3到15年徒刑。在1975年，郭廷亮坐牢满20年，蒋介石过世，政府大赦减刑，郭廷亮获释。蒋中正过世的时候，爹地大赦出来，那时候我还记得妈咪在家煮了一桌子丰富的菜，我妈很会煮菜，等爸回来，结果左等右等，我们想要去接他了，情报局说不用你们去接，我们会送他回来，结果我们左等右等都等不到爸爸，到下午才接到通知说爸爸直接被送到绿岛。那妈咪就问他说，结果我们根本都见不到爸爸，然后就问那个情报局为什么他会送到绿岛去，他说因为你先生接受了那边的工作，那我们没有办法跟爸爸见面啊。他转转的跟爸爸以后跟爸爸见了面以后，我就问爹地，我说爹地，你为什么要去绿岛？你为什么不回来陪我们？我爸很奇怪的，他受到这样的伤害，这样子这样的打压，他到致死的还是中党爱国，他怎么讲？等到他稍微有点自由的时候，爹地就讲啊，爹地说，大家每因为大赦，很多人出来，一个一个排啊。那轮到爸爸的时候，他就说你先等一下，就把他推到旁边去，这爸爸告诉我们的，推到旁边去，到最后到一直把他就在旁边等，拿着包裹在他旁边等，等了半天，到他最后啦，人都走光了，他说上面有对你有特别的安排，他说绿岛方面需要训练一批啊，会讲英文的，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叫爸爸去绿岛那边教阿兵哥讲英文。爸爸说我可以选择不去吗？我不要去，我要回家陪我的孩子跟我妻子。爹，那是爹地告诉我们的，结果他说不行。郭廷亮被送到绿岛之后，当时的警备总司令郑维元下了个命令，不准郭廷亮和外界接触。作家柏杨当年和郭廷亮一起在绿岛指挥部图书馆工作，对郭廷亮的记忆还是很清楚。了不起一条汉子，没有什么语言，也从不谈他的过去。你问他的时候，他只回答一二很短暂的话，很短的句子，也没有什么抱怨。而且我看他是一个很实践的一个人，不是做表面工作的人，很勤奋，把这个做这个书的目录啊什么就当真的来做了，当真来做。他也从不问我的事情，本来是政治犯，到最后谁都不问谁的事情，没有意义啊，出来再说。那他们有些这个
年轻的军官呢不懂事，有时候去找他学学英文的，上级马上警局说不可以向他，不可以给他学英文，就是你不对和他接近。郭廷亮在绿岛上书蒋经国陈情，警备总部当时负责辅导郭廷亮的萧陶安还记得处理郭廷亮陈情的经过，也证实了郭廷亮当年是有条件认罪。我收到他的陈情书，过去他已经那不晓得多少次的陈情，但是我就一定要做个取理。我的原则是什么？你凡是什么事情，人家陈情，你一定要自己要去用心，而且要关心这件事情，对不对啊？哎，你如果取理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你就干脆告诉他不能解决。为什么不能解决？把理由告诉他，你免得人家这样子。所以我接到他的陈情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好了，我就他就开会，就召集啊安宁局啊调查局还有警政局还有宪兵，等于那个是警政单位啊，都在一起，对不对？平常我们都有协调嘛，就召集他们负责的人去开会。那开会哪一次开会他也直接参加了，他提的就是说他过去好像是政府对他有一些啊，这个亲自对他有一些什么承诺啊，他把名字讲起来了。但这个其中一个就是那天我谈到那个毛体元，他说他因为他非常了解，他是亲身好像经过这个案子，所以我就去了两次，第一次没找，第二次去。我说是不是过去啊他在陈情书里面讲啊，他说是不是过去啊这个单位里面啊请我们这个中央啊政府啊是不是对他有一些承诺。但是那个我记得毛体元他有他说是有那个。是后来我签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就签了60万块钱，我记得好像60万块钱。这个要经过开会，第二次再开会签个上面批，总司令批了以后，我亲自就到那边就送给他。郭廷亮在绿岛被管制了7年，回台湾之后他继续陈情，结果又被有关单位送回绿岛养路，养了5年。郭廷亮的案子在2001年7月7号由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确认为冤案并作赔偿。我们省基金会经过审查委员董事会的这个审查之后呢，认为说第一个郭军的自白呢，仅以郭军自白是不能认定为犯罪的唯一证据，这个以现在的法律来审查的话，因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156条不能以被告的自白为犯罪的唯一证据，所以说第一个我们这个原审判决以这个郭廷亮自白为这个判罪依据呢，我们认为是第一个是认为还是不足的。第二个就是说共同被告呢这个田祥宏以及刘凯英的这个自白呢来当作这个补强这个郭廷亮他这个叛乱的行为呢，这基金会有认为说也是有斟酌的地方，因为这个他们三个人这个也仅止于谋议的阶段，因为他们的谋议是说要发动这个变乱，还有去侦查地形，还有这个要谋刺这个将领，这些行为呢，基金会认为说仅止于这个谋议商议的阶段，还不至于到这个惩治判断条第二条这个着手实行的阶段。那另外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讲的红色小日记本的部分呢，因为是有扣案，可是。红色小日记本里面记载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跟叛乱行为有没有关系，整个原审判决并没有予以阐述，所以我认为说原审判决以这三个理由来判定这个郭廷亮有叛乱，我认为说是非确有实据，也就是说决定予以补偿。我个人对于郭廷亮的事件的发生，我还是这样子看法，孙案是权力冲突之下必然的一种产品。至于郭廷亮，我还是把它视为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所谓技术上的问题是，纵然没有郭廷亮，纵然没有郭廷亮事件，孙案他还是会那个执行，只不过执行的方式能不能为大众所接受而已。孙案哈，它基本上的起因是一个权力上的冲突，好比说孙立人的一些建军理念，他就跟周子柔不太符合；孙立人对于政工的一些看法，他也跟蒋经国不合。那孙立人他自己对于陆军总部的一些编组，还有对于陆军总部的一些战力一种训练的方式，他也跟很多人通通不一样。政治是不断在斗争，所以这个斗争有两大类，一个是独裁政治下的斗争，是民主政治下的斗争。民主政治之下的斗争，官媒谈话讲起来了不起，我辞职，是不是？我可以不干。我不会有其他的，这个危险，可是专制政治的政治斗争一定见血，他和特务结合一定见血的，而且那种残忍和那种涉及的这个广泛，很多人在死的时候才发现是怎么回事。今天有很多的一些档案，您可以看得出来，说他在国外媒体甚至于国外朋友的面前直接批评最高统帅。那你想，对蒋介石他来说的话，他可以接受这些东西，他能够容忍吗？绝对没有办法容忍。当面他想蒋总统还是非常的尊敬的，但是背后呢，不免呢，他有些话认为这个蒋总统的这个作为啊，并不是很妥当的。那么当然在外国人听来呢，你这个下属啊，对于这个上官呢，有不满的言论呢，就是一种批评了。所以孙立人这个事情啊，第一次跟孙立人接触的时候，孙立人拒绝了，没有接受美国人的这种这个所谓这个捧他的，没有答应，而且把这个事情啊往上面报告了。但是后来啊，这个一再的美国人接触他，他终于是接受他们这个捧他的这个意思了。那么为什么政府知道了这个事情没有严格的处分他呢？这当然也可以说是投鼠忌器，因为政府知道美国人是支持他的，他这个出事情就是在总司令的时候。不过那个时候啊，还是这个按下不发了。等到真正做参军长的时候，调参军长的时候，这个事情才抓那个姓郭的才开始。今天的权力冲突，他要用权力来化解的话，除非孙立人下台，不然就是让孙立人上来。只有两种选择，因为权力的冲突大概古往今来，他的下场都是两种，就跟中国大陆一样，那种情况都很类似。所以当权力冲突他想要把它结束的时候，他一定要弄制一个案子出来。那这个就是孙案的一个本质。我想蒋总统对他这个处理还是很温和的，因为实际上他所谓软禁啊，不过是他这个也有很好的住的地方，很大的房子，太太也跟他住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事情这样处理是比较好的，也没有流血，也没有抓人。最严厉的那个姓郭的那个参谋，不过到这个六岛去做了几年，现在也出了，后来也出来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处理是相当适当的。你如果真的抓到人做枪毙了什么东西，就麻烦，这个事情就闹大了。这个事情这样子处理很平静，没有造成这国际上的这个纷扰，一点都没有。孙立人出事之后，台北美国驻华大使馆领事柯威廉向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罗伯逊提出报告，他
他认为从此美国不可能期望取消国军的政工制度，也很难协助台湾建立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他认为孙立人的下台代表了台湾民主化的声音从此消失。I think Swin's removal from the scene also silences the principal spokesman for a modern democratic army and marks the confirmation in control of those who prefer Chinese as versus foreign ways. Unfortunately, these ways of political maneuvering and battle by negotiation are those which lost the mainland.我愿与发扬今天参见无期望即使叫国王蒙斯里老走四方不怕刀枪只把敌人降亲上市场剿灭疆场才算好儿郎就是我要生这个大儿子嘛，我就他还没发生事情，我就回娘家去，因为我在那个高雄那个路人医院，那是德国人开的医院，那个医院不错，我就说我要到那边去生那个安平，那我先说好，那你就去好，我就回娘家去了，我妹妹来接我，在那边，这个那时候好像是我还没生哦，还没生就发生事情。那我妹妹呢跟她的朋友出去玩，她说：“玉华，今天你姐夫好像发生事情，报上有，你知道吗？”她一听，她问她什么事，她就一路哭回来。她说：“怎么有这么回事？她都不知道啊。”1955年10月，孙立人开始漫长的软禁生涯。他的长子孙安平正巧在同一时间出生，将军离开了战场。成为四个孩子沉默的父亲。我们的名字呢，四个小孩中平、安平、天平、太平，是根据那时候他觉得其实因为中国在远东的地位，他觉得中国安定天下太平，所以取中间的四个字。我们小时候他就在院子里面会种一些花嘛，一方面是好看嘛，赏心悦目，另外一方面等于说也是一种消遣嘛，等于在就是他要花很多精神去把这个比如说花苗啦还是树苗们把它施肥啊灌溉啊修剪让它长大，那这样的话我想一方面是消遣，一方面也是一种转移作用嘛，就是你不会，要不然的话你整天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又闷疯了。那时候台湾的经济量不如现在，那比较辛苦一点，我母亲就说那就正好有人需要的话他就干脆拿到市场那个花店给人家或者怎么样，但是大概是这样吧。当然那时候台湾大家的也都是每个家庭都是很打拼的嘛。美国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的学位，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却被限制自由，
待在家中种花种树。过去向来直言不讳、率直勇敢的将军，生活平静而沉默。他向来都不讲了，他就是反正是忙他的花啦，反正把他的心都放在花上去，忙他的花啦，啊，还有正好也有几个小孩，忙小孩啦，小孩什么事早上都把我们赶出去了，到外面去，去外面，我们就到农场，早上一大早把小孩推用车子推到农场去玩，那然后吃饭的时间再回来吃饭，他就出去玩一玩，早上一大早出门，那他就去弄他的花，他每天都这样，他从来也不讲谚语，也不讲什么东西。我们小的时候，他是不管有什么心里想什么，他都是就说都是自己一个人去承受的。到一直到大学以后，才会偶尔跟我们聊聊他以前在军中的一些事情啊。但是也几乎对，就说对这个。少有什么特别的批评，就我觉得是他是蛮就说蛮厚道，然后蛮这个怎么样，就是他就说不会说是随便就说把一些不如意就说出来或怎么样，就是自己大部分都是自己去承受。我有一次去看他，天气不错，他在门口，他那个大门口有两个盆景。小盆景，他在那修盆景。我就问他一句话，哎，我说二姐，我说这个盆景种了多少年了？他当时很难过，而且也很气愤。他说，哎，我出世多久就是多久。这意思说，我现在出世三十年，这个盆景就种了三十年。他后面加了一句话，他说我一生最能够替国家做事的时间，把我埋葬在这里。你想五十几岁，那是正替国家能够做事的事情，把我软禁在这边，就把我埋葬在这里，这是他心里的一种当这话了。你想从那么高的地位一下摔一下掉下来，当我据我所知，这个表面上他是没说，尤其我是听说晚上他有时敲吹墙，就是心里很不平的。因为他一生说的话，他都是贡献给国家。那时候他在台湾训练新军，根本没有家了，完全是在以军队当家了。所以在这段时间，等于后来当这个心情上是幸亏他有了四个儿女，否则他活不了那么长。就这个四个儿女呢，以弥补他这个。这个心情上的这种来弥补他了，所以后来他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精力都摆在小孩的念书身上，所以小孩的成就，他也就是最大的一个安慰了。他的要求非常严，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小孩子小啊不懂事很皮，他真的火大的时候，他讲的大概最重的话就是说。你们是日本鬼子变的，因为他痛恨死日本人了，所以他最气的时候说你们是日本鬼子变的，这样子不听话。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他很生气，因为我们不听话，他就讲，哎，想当年我几十万大军都管得好好的，怎么现在连你们四个人怎么搞的带都带不好。在那个禁忌的年代，很多人不晓得，其实将军除了自己的孩子之外，还有几个义子，是他早年成立幼年兵团的时候所认养的年轻人。2001年5月26号，在成立51年之后，这些幼年兵总队的成员在台北再聚，重温幼年兵总队的记忆。是1939年，孙将军呢，的部队就视察的时候，
发现这个部队上有这许多啊十三四岁的这个甚至更小的这些幼年兵，那是在大陆的时候由于战乱啊失散的啊，离开父母兄弟姐妹啊那失散的啊，可以说是一种的啊这个孤楚的啊这样子啊，然后呢就跟着军队撤退到台湾，他们就置身在一个军队里面啊。然后孙将军一看啊，这觉得很可惜，觉得很可怜，就这么把他们集中起来，开始呢是一个幼年兵营，以后扩大呢成为一个幼年兵总队。幼年兵总队呢是孙将军亲自交代、亲自找的这些部下来训练的。这些部下老实讲都不错，大家不是高中就是大学毕业的学生，大部分是高中。我们那时候不懂事的小孩一字不认识，看到能识字的这个长官已经很少，而这些人呢的确他们很尽心来培植我们。到那里就是充分一种感觉，这个军队跟我以前的军队大不相同。以前的这些军队是的确不能打仗的，一塌糊涂，枪一响大家都不见了。所以我原来的部队是陈启堂的部队，那个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个军队训练的时候它有一定的规程，有一定的课程，从基本教练、班教练、排教练，然后是连教练，然后营教练，然后幼年兵总队的所谓团教练，然后呢给我们读书，拿学校的课本给我们读。所以那个时候的精神大家觉得非常之好，因为什么？有希望，有教育的话就有希望。但是这个很多人妒忌他，说他是私人子弟兵啊，那么一定要把他撤销啊。他认为很痛，他爱护这些子弟啊，他认为很。所以有一次我看得很清楚，总统在南部阅兵，整个远的海空军阅兵之后，中午大家休息，休息的时候就在海军这个俱乐部，那么因为老总统休息嘛，大家这些高级将领都在海军俱乐部在那个休息，下午还有训练，所以大家都在休息。他一个人就为了这个幼年兵总队要撤销，他坚持不能撤销，就跟周总长去争，说不能撤销，各种理由争得面红耳赤啊。最后啊，他连把军衣，那个天气很热，他把军服都打开了啊，在那争。底下这些很多将领在下面坐着，就觉得怎么的总司令跟这个总长吵得这面红耳赤啊，什么事啊？啊，后来大家说为了幼年兵总队，大家觉得哎，这个孙老总太不值得了，一个幼年兵总队小孩子要他干什么？啊，要这个孩子干什么？这个会跟总长去吵，你不是找没到吗？啊，回来之后，他亲自告诉我，要我和谁公子备问呈报，说明这个幼年兵总队一定要保存，而他这个希望他将来成为国军的一个主干，从小就训练他，一直将来可以训练成为很好的一个军官，但是上面根本就不睬了。最后怎么办？不发饷，没有听响了，听心了，没得心响了，那他飞去检查了，所以这些幼年兵就检查。民国四十二年二月十五号，这个日期我记得清清楚楚，陆军幼年兵总队是正式解散。解散之前，他来跟大家讲话，说：“你们不管到哪里去，你们是国家的人。”要我们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单位好好的为国家服务。他知道好像是因为他的兵他了解得很清楚，他知道我们解散大家很难过，他每一个人送我们一张照片，他自己的照片。当然也许上面认为这是不对的事情，可是他的确也可以看得出他对幼年兵总队的这种心意。
爱护的情况。幼年兵总队解散之后，孙立人亲自面谈，挑选五个幼年兵，资助他们继续求学。即使到1955年他出事之后，生活艰困也不曾间断。接军就是其中一个。他是我队长的，是我推荐给孙立人将军。因为孙立人将军那个时候把他培养在初中、高中，等到他考上大学的时候，孙二发生了，他孙立人将军还是要他的夫人呢，才接近解决。是接近呢，能给他大学在台大能够顺利的那个完成学业，然后到加拿大。为了避免这些年轻人受到牵连，孙立人委托从事教育工作的堂妹夫王景佑照顾他们，并没有特别联系。接军一直到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因为发现自己感染肺结核，才提笔写了一封信告诉将军这个消息。那么医生也没讲清楚，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写信给他。他说，所以他当时我刚才给你看过第一封信，他亲笔信，县市专送寄来，我一收到就觉得有很大的安慰。他说，你好好听医生的话，医生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3个月以后就可以说是没有事了。医生护士都很惊奇，他说，哎，从来没有人好得这么快过的，你到底是哪来学来的这些这个有些什么本事，这个好得这么快。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收到孙先生的，这是我唯一告诉别人的一次。我说我是收到孙立人先生的信，他告诉我要我听你们的话，每天一定要照你们讲的事情去做，所以我说切切实实一步一步的，一点都没有马虎的做到。这是第一次他在信上是用逆父两个字，所以我们没有法律上任何的手续说我们是他的干儿子，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也就用逆子给他写信，他给我的信呢也就是用逆父，所以这个是我们关系的建立的开始。软禁之后，孙立人对外保持沉默，对自己的孩子也不多谈自己的过往，生怕有差错又会殃及无辜。那个时候家里到处都是窃听器，不能讲的，漏一句话出去就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他不但是跟小孩子不讲，跟别人不讲，跟我呢有时候在院子里头很小心地讲一些事情。他说，杰军啊，在重庆的时候蒋介石杀的那一家，他连小孩都杀掉，他杨虎城被人家一家把人家一个人杀掉不算，全家杀掉，连一个小孩子都不留。他这个手段，政治之黑暗，手段之毒辣，真的斩草除根，害怕的啊。陈良军是这些涉案被关的人最后一个被逮捕的，他是在南昌街，这个宪兵就在外面等他，他出去知道出去就要被逮捕了。临出门的时候呢，那时候跟父亲讲了一句话：“存在第一。”就是意思就是说，不管事情怎么样，先把命保住，接下来呢才能够，不管是要去讨个清白啦或者什么，就是所以我想事后的证明就是说。父亲也一直维持很好的身体状况，因为维持这个身体状况，所以他比老蒋总统、比蒋经国总统活得都长，才见得到这个恢复自由的一天。所以我想，这存在第一，那时候确实达到他的目的了。1988年1月13号，蒋经国去世。也象征着蒋氏王朝的结束。他
台湾掀起翻案风潮，许多威权时代的悲剧终于有机会重新审视。1988年2月底，介军和孙安平带着《自立晚报》的记者李文邦，以孙安平同学的名义进入孙家采访。将军首度打破沉默，对媒体公开发言，但是孙安平却因此被安全人员怪罪。安平挨了骂以后呢，我就跟孙先生讲，跟甘爸爸讲，我们应该召开家庭会议。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打算把这个事情闹大一点？闹大一点，有一个好可能性呢，就是你恢复自由，你的生活会变得正常化。可是这个事情办得不好的话，你的生活会更痛苦。全家的决定办，他说我还能坏得到什么程度去？就是孙将军讲的话，我坏不到更坏的程度去。他说你放心，你去办吧。我们当时有两个很重要的目标，因为我帮孙先生整理东西的时候，我看到他两句话：谁能还我清白，谁能还我公道？我说，这是我的责任。我心里想，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一辈子梦寐以求的一种梦想。针对媒体的报道，国防部长郑维元在报上发表，说孙立人是自由的。接军不满，写信请他到台中看看。郑维元真的来到孙府，并且表示将军从此自由。接军知道以后欣喜若狂，他和孙安平决定到台北去向郑维元致谢。他们没想到郑维元所说的自由，所有行动要事后报备。第二天一去的时候，郑维元见了我很不客气，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回来闹这么大的事情，搞得天翻地覆，这是他的话，我警告你，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谈的话，你如果出去告诉任何一个人，我对你不客气。国防部长身无寸铁，我能够不留意吗？我一听脸色都变了。这个在黄埔建军的传统里面，他们相当的注重一个辈分的传承。那这个辈分的传承，他对于他的学弟学长之间的关系啊，都分得非常的清楚。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伦理的关系。那最重要的是，这种伦理的关系是反映到他的为人处事上面。你看，像郑维元郑将军对于家庭的管教，那甚至于对他的同辈之间，他都尊重，可是他对小孩非常严厉。那像孙立人这件案子，他有事情他绝对直截了当去告诉孙立人，而他不会说继续迷疑的跟他的晚辈或者是孙立人的儿女们去商量这件事情。那我想这个里面是有一个军人文化的一个差异，这种差异的气质如果你不能掌握的话，你反而会容易造成误解。这种情况之下，我所谓骑虎难下，我非骑不可。所以这个事情，为了孙将军的幸福，为了孙将军的自由，为了他的清白，为了他的公道，我非做到底不可。因为报纸上都说他自由了，社会上呢都认为我的功劳也很大，郑维元的功劳很大，而事实上我心里头那时候很难过。现在的问题更难办，你说他自由了，而事实上他不自由，我怎么办？那我就想到帮他写一封信，希望国防部批准让他每天甚至每隔一天或者说每一个星期到台中的荣总去做所谓护舰工作。这封信写好了，甘爸爸没有签名，没有寄出去。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说爸爸，你这个信现在非签不可。到最后我哭了。
他可以说勉强地在上面签。政委员收到这封信以后，的确亲自到孙家来了。我可以说是跪在地上跟政委员讲，我说干爸爸现在不是自由的，我希望你当在这些看守的人面前告诉他们说，从此以后干爸爸要到哪里去都可以，要见什么人都可以，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这下把政委员逼住了，我说跟这些看守人讲没有用，要找他们的领班。政委员当时下个命令把领班找来，是讲了我刚才所讲的话。那么领班下来满肚子不高兴，不高兴也没办法，国防部长你是个领班，你非听不可。我听到政委员告诉你什么，从此以后这才真正自由。软禁30多年，在家人为他争取平反的这段时间，88岁的老将军情绪起伏不定，想要澄清多年的冤情，却还担心公开这些历史真相会影响国家的安定。住院前后，他会觉得说他心里当然很不平衡，他就是他是谁来还我清白，谁还我公道，这个事有公道我就是清白，所以大家很好像心里就总是觉得，后来结晶不实，那时回来就找监察院长说报一灯，哎，他也不放心了，他说这家不要结晶了，你不要再搞了，他说我个人事小，不要等下国家垮了，那老百姓大家都受苦，我说你放心好了，不会，国家该错的事情他就承认，干嘛会垮，我说绝对不会垮。还有呢，李登辉要选总统那时候不是很乱吗，大陆上那边呢，那他就很不放心，他看电视看了他就不出汗了，我说你怎么不出汗啊，赶快出汗啊，他说我在想啊，现在这么乱啊，不要等一下国家垮了，那真的是垮了，真的是老百姓大家都受苦，我说不会了，我说我相信不会垮，他说你为什么说不会垮，我说你不要操心那么多，你已经年纪这么大，这个像舞台戏一样你已经演过了，现在别人上台那你就不要操那么多心，我说五院院长他们都比你高，天塌下来有人顶住，所以你放心好了，绝对不会垮。我是一直不主张平反，这审理人出来以后我就告诉你，我说不要平反，他们部下要请愿审理人都拒绝了。我这个道理很简单，我跟审理人说，我在那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讲，我说历史上的英雄啊，这是纪念的英雄啊，都是悲剧的英雄，像岳飞啊，悲剧的英雄，喜剧英雄没人纪念的，你是一个悲剧的英雄，这个悲剧英雄啊代价太大了，没有哪个有意做悲剧英雄啊，你已经做了，你已经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了，付了30年的这个自由岁月，造成这个今天的冤狱，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冤狱改成喜剧呢，悲剧改成喜剧呢，我说如果秦桧在当时早就把岳飞平反了，他就不会在墓前还有个铜像跪着来了，你这个冤狱不洗，你的敌人的罪名就更大啊，真的死人当中都叹息啊，叹息你就是骂别人啊。问题是如果没有人试图辩驳，没有人提出异议，悲剧英雄连在历史上留名的机会都没有。孙立人被软禁之后，有关单位就展开一系列的灭名行动，除了与孙立人相关的书籍被禁，国军战史里不提孙立人的名字，
在国军历史文物馆里曾经展示一排陆军总司令的照片，孙立人的照片被拿掉，试图将孙立人当过总司令这件事灭迹。孙立人在台北圆山为太原500万人成立一个纪念碑，在孙立人下台之后，他的名字被人从石碑上取下。像太原500万人怎么那个纪念碑，当初是他提的。我想在这本这个中国军魂里面有一本他自己写的太平500万人的那个原稿，那个在里面也有。那后来是被彭彭基把他派人把他名字都挖掉。后来是因为在翻案以后，大家为了主持正义，才把他名字补上去。这个证明我们这个当政的人呢、啊，这心眼之小啊！你不能否定历史嘛，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常常做这些笨的事儿。相较之下，维吉尼亚军校博物馆却有孙立人将军的展览专柜，和 VMI 一个半世纪来杰出校友一起供人瞻仰，同时也鼓舞了更多年轻人投入军旅生涯。General Sun's reputation and his legacy, his memory, still inspires young people today. Since his time here, graduating from VMI in 1927,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generations of Chinese nationalist students to come here because of their knowledge of General Sun. The most recent being one of our very first female graduates from VMI.VMI has always been an all-men's school until just very recent in our history, and one of our very first women to come here and be a cadet was inspired to do that because of her knowledge that General Sun had gone to school here many years earlier. 是1997年进 VMI， 那为什么要去 VMI 的话，原因是，我从小就希望做职业军人。有一天。那个我又在翻书，然后我就翻到孙将军的故事，然后我发现他是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在普渡大学又拿一个学位之后，他才到 VMI 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example。何之云受孙立人影响进入 VMI， 他也创造了历史。他和同班同学玛丽莎·格里汉，成为 VMI 成立160年来。第一批女毕业生，VMI 的教育方式训练出来的学生，我觉得是他会思考，他会挑战。当他接收到一个命令的时候，他会先思考，这个是对的。OK， 那我就执行这道命令。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命令，它是违反我自己的良知，他会再去思考。所以，一个军事人员他并不只是盲目的服从所有的命令，而是他是会思考，然后执行合理的命令。这就是《孙子兵法》里头的“君命有所不受”。我个人觉得孙将军被软禁了33年，我觉得这背后一种支持他的力量，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 VMI 的 training。孙立人自由之后，那年11月27号，孙立人90大寿，在台中市中正国小礼堂举行。与外界隔绝了33年的将军。并没有被遗忘，祝寿仪式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参与。咱们各位这段时间这些军事的力量，我心中非常。我想那一阵子时间，他的情绪上起伏是很大。一方面喜的是这些老朋友可以见面了，但是呢，见到之后觉得根本已经差。这个30多年之后，一切的都已经变了。人原来这种青壮年的人，现在都是垂垂老矣。当然，包括他自己在内，他那几年
一方面是因为身体状况开始这个心率不是很规则，所以运动量减少之后呢，身体状况也变差了。你知道有一次我们去看他，他突然就是陷到以前的这种情况，他说你们不要抓我，不要抓他，他们都是年轻有为的，你们放了他们。他心里想，这批抓的他这些军官都是怎么说，都是这种知识青年，他们都很优秀，都是有前途的。他意思说，希望你们赶快不要抓，放他。这种事，他根本是在下意识的。希望我们中国人哪一天真正走上法治民主的道路上，才是我们全民之福。否则斗来斗去，还是永远没有平静。当然，我对这个以前这个白色恐怖的时代，我想以后不应该再会有了，实在太恐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完蛋。你隔壁你邻居一个匪谍，你知道吗？真正一个匪谍，其实台湾抓的真正匪谍我还没有抓到几个吧。也许他旁边那个人出事情了，他也打招呼，刚好那个镜头有你，把你弄去。太恐怖了，以前那种时代，我想以后这种时代恐怕应该不大会有，就是我们现在以后的有人的一种福气了，幸福了。就是假如孙立人先生是在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民主国家，一切都上轨道啊，那么一军队方面、作战方面各种训练呢、啊、是都很有轨道，那他是不可能遭遇这种不幸啊。就因为我们讲起来说，蒋先生虽然把整个国家啊大的方面，蒋先生替国家做了非常多的事，无论北伐统一、抗日，或者后来对付中共，我们都说他的贡献最大。但是他也是一样的，他对部属跟他之间也建立在一种个人关系之上啊，而不是建立在制度之上，是人治而不是一种法治。我就说，假如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孙立人先生的遭遇就不会这样，应该要更好一点。在孙立人获得自由之后，接军回到加拿大继续教书，但是台湾却不再发签证给他，这带给他一生的遗憾。我始终想跑台湾多跑一点。第一次是孙将军90岁生日，这边不让我回去，这是第二次还是不让我回去。突然间我接到他部下的电话，他接军了，先生走了。我这一听哭了起来，孙将军过世了，我知道他生病，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我很难过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后来有个电话是台湾驻美办事处纽约打来的，接军我已经听到消息了，孙将军过世了，我现在帮你签证，虽然台湾没有批准，你回去奔丧去。我就这样子拿到护照以后，我因为始终在那申请做的，拿了护照以后回到台湾。回到台湾哭得不成人，很难过。他的身体状况反而是到恢复自由之后，似乎好像一个心愿算达到了吧。一个是这个，另外他一个心愿是最早的心愿是希望能够看到小孩子呢都能够念到上了大学或者是大学毕业，因为父亲年纪比较大，他一直担心就是说，如果说年纪轻轻的就不在了，这些小朋友根本没有人能够抚养长大，所以他等于说，一个是他恢复自由了，大概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平反，另外一个所有的小孩那时候都是博士或硕士，已经都念完了，都在工作了，所以可能觉得心愿也了了。然后
碰到其他的冲击，加上身体状况开始变差，运动少，所以很快了，在两三年就去世了。孙立人在台中荣总急诊昏迷之前，对长期照顾他的医师沈瑞荣说出他压抑已久的心声。因为他那个时候是住在加护病房，我们加护房都有访客啦，各方面都有限制嘛。那因为我是算上的主治医师，我随时都可以进去。那有一次我就进去的时候，他就紧紧握着我的手，然后就一直告诉我说他是阎王的，他是阎王，他说我是阎王的，我是阎王的。然后叫了两声以后，他就昏过去了。最后，后来好像一个多礼拜都没有再醒过，那我们就送他回去这样子。1990年12月8号，孙立人的丧礼在台中举行，总统李登辉颁发褒扬令和警钟状。在追悼的时候，很多都是70、80的老兵跪在地下，爬都爬不起来。我当时看到，我非常感动。孙先生有什么感人的地方，能使人到这种程度？你想想，人都是说有好这个趋炎附势了，都是人都是如此，人性都是如此了。对于这样一个被关了30多年已经死掉的人，还有什么好处啊？而大家千里迢迢从跑来追掉他，如果没有一种深的感情，谁愿意从美国、从香港、从东南亚跑回去，去向他追掉，跪在那地方不起来？你想，我当时我在场，我看这种场面，我非常感动。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丧礼是这样子的感动，而且是。几乎所有参加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有的呢当然是政府派来的，那倒也无所谓了。我就注意到，从台中的殡仪馆到他的葬的安葬的地方，这个民众自动的家家都放出来这个水果了，什么东西纪念品啊，什么东西在祭啊，好像还有这个人。然后警察好像告诉他们啊，你不要这样子，就是说，哎呦这样子，连老百姓的 feeling 都可以看得出来，何况是别的人，是吧？他的老部下知道的都去，一表心意，我们一直送到那个台中外面一个小山坡上头。那我们的期望是希望，透过相关的单位呢，把。父亲被软禁30几年的这个房子变成他的纪念馆。那这个房子本身呢，土地是大部分是国有财产局的，房子呢是父亲早期购置然后修理的。那在30几年当中呢，当然也国防部出了一些经费呢，做过几次修缮啊、修容啊，或者是改建啊，局部的改建。所以目前这个房子呢是。国防部登列馆的眷舍，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相关单位能够把这变成他的一个纪念馆。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就是希望说你在哪里失掉了名誉，在哪边恢复起来，也让以后的人可以借由这种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呢，希望同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在网际网络的时代，街军在为将军写书的同时，也为孙立人制作网页，将军的事迹得以传播到全世界，这也帮助街军和更多与孙立人有关的人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也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我现在是开始，我们是叫做 constructing 他的 web page。我希望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呢，全世界任何地方，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间，人家都可以看得到。我要把他的故事不但是告诉中国人，而且在英文的这个媒介里头
将来呢也能够让大家知道，这是我最重要的目的。孙立人过世之后十年，2001年1月，监察院公布五人小组调查报告的完整版。社会大众大都将监察院的这项动作看作是政府对孙立人的平反。由于当时的党政呢、的这个施压，最后整个调查报告也放到秘密档案了、那么沉默了几十年了。由前监委陶百川、曹启文所组成的五人小组，民国44年的调查结果就认为孙立人是清白的，但并没有对外公布。多年后，监察院委托学者朱宏元重新调查，结果与当年五人小组的报告吻合。对孙立人将军的这个一些缺失的指责，那么以及对他的部署的一些刑事的这个判决。那么以朱教授研究的结果呢，那么都觉得他缺乏具体的事实根据。孙案到这里似乎告一个段落，然而孙立人毕竟是军人，监察院不能替代国防部。当初总统的命令是要国防部随时查考，以观后效。查考了33年，孙立人也过世了11年，国防部有责任对孙立人的案子做出说明。我们在继续在监督国防部，将来看怎么答复我们啊，也需要一段时间，因为他不只是就孙将军的平反的部分呢、同时也对他的部署的这个补赏的部分，还有对郭廷亮的部分。那也许我在猜，是不是国防部是一并解决才答复我们？实际上是不必要了。个案解决的话，实际上就会个别先答复我们，啊，不免得时间拖太久，是啊。然拖太久的话，人家也上升，连老百姓对你政府到底诚不诚意嘛？是。长官就是批评说，这个案子部里面，包括人员受访，还有这个。那个录音带原因的提供哈，这两个案子可能都没有办法配合社里面公司的需要来做派人采访或是说谈话音提供这样的，就说这两个案子我们的批示都是说没有办法配合办理这样。那有没有什么理由？理由啊，理由以我们部里面来说，长官的批示当然没有特别理由，但是我们有相关承办单位的。相关承办单位的意见认为，这个案子因为年代的关系，还有我们自己本身自己整个全案都没有完成处理，所以认为目前不宜对外提出说明，这是我们几个单位的共同的一些意见。那不知道承办单位是哪些单位，我们可以了解吗？这可能这是我们自己部里面的我们可能不见得可以提供给您的。虽然台湾已经进入民主时代，国民党已经成为在野党，但是不知道和不能说的态度却依旧不改。孙案的尾声未定，国防部没有对外说明，而且还留下了一个新的谜题。孙立人过世1周年，他的部署准备为他举行纪念活动。当时积极为自己和将军平反的郭廷亮，在前往活动之前意外坠落火车。郭廷亮的意外充满疑点。当时戒严令已经解除，李登辉担任总统进入第4年。他打电话到我家来，他说：“他说要去家拿西装。”我说明天我们就要去台中啊，仪器区啊，哎，台湾去去拿西装，但因为我们老总啊，很喜欢穿着嘛，就是要穿得漂漂亮亮的。他因为那西装呢留在内地嘛，所以他回去拿西装。打了电话以后呢，讲，他说哎，他说车快要来了，他就挂掉电话，他就走。好，12点多钟，他就出事了。那出事的当天是我。真的我不愿意回顾，实际上沈陶他告诉我说马上开刀，甚至于我一进门的时候，那工作人员就说哎，这个老人家是你父亲？我说是的。他说你们
再不来我们就说要赶快送手术室了，意思是说通知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也是蛮焦急的，他就跟我收了600块那个给我爸爸把头发剃干净，说好那准备开刀吧，手术同意书，因为我妹妹她比较紧张，然后我签了，签好了以后，这时候中立派出所就通知我去领我爸的那个跳车一个包包。那做好资料已经是4:25了，我回到医院的时候，那个当时诊逃急诊室的那庄坤林医师，妹妹就是掉着眼泪说爸爸不能开刀，我就说为什么，他说我就去找那个当时要通知我们要开刀的医生，他就说主治大夫来过说不能没有办法不能开刀就送到加护病房。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说父亲还是在被监控中，因为外面有警种的人在，而且当我们家属哦，当我们家属觉得说不能够，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一直会觉得爸爸是国家的，爸爸是国家的，所以当警种的人员出现的时候，我们是觉得爸爸有救的，没想到他们说也是无能为力。他们说无能为力，那时候我真的是讶异了。郭廷亮的家属和朋友眼看桃园医院没有任何明显的医疗动作，想办法为他转院。当天晚上，郭廷亮转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因为叔叔他们的帮忙，就到荣总。结果父亲在加护病房一个礼拜，我也在那边一个礼拜，那是我从小长到大陪爸爸跟爸爸相处最久的时候，就是在加护病房，可是爸一句话也没有跟我说，就这样走掉了。我刚才说我很像倒玫瑰，我现在要提，我陪着爸爸7天了，妈咪说你这样太累了，你回去洗个澡再回来，结果就在我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回到家呢，就已经接到爸爸过世的消息。对不起，所以更加真的好像，我觉得妈咪如果不怀我的话，或许爹地真的不会出这种事。我把这种感受讲给妈咪听，妈咪说我是傻丫头，不应该这样想。可是为什么我守了爸爸7天，爸爸不但没有紧紧走的时候还不让我看到。郭廷亮的死因，士林分院检察署的判定是车祸身亡。但是为监察院从事调查工作的朱宏源认为，许多疑点有待澄清。监察院曾经请专家鉴定郭廷亮的死因。台大的最有名的法医，还有他的神经外科的主任，叶主任，这两位都是经过那个就是外科界、骨科界推荐，就说这两位最好。所以我跟他们两位啊，像这位法医啊，吴慕容啊，跟他3次，每一次2个小时，就看这些有关的资料。特别是那个他的 CD 啊，就是看那个电脑扫描断层，他看他的头部，然后再参考其他的资料。两位台大医师鉴定的结果，认为郭廷亮身上至少有5个伤，都伤得很重，不像是跳车能够造成的伤害。再加上铁路局专家估计，当时的行车速度只有时速15公里。郭廷亮的死亡令人怀疑有没有外力介入。桃园医院在1987年7月以占用走道为理由，销毁1981年底以前拍摄不再使用的 X 光片，结果销毁4件，郭廷亮是其中之一。从郭廷亮出事后，桃园医院急诊室很快就有警总人员到场的情况判断。警总对郭廷亮的行踪相当清楚。当时警总负责辅导郭廷亮的是陈进忠，
警总结束后，他转到海巡署任职。喂，请问陈副处长吗？对，我们还是想请教您有关那个您最后辅导郭廷亮的一些。我这方面，我一方面我不方便电话告诉你，一方面纵然要见面啦，我也不方便。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现职人员，如果你有什么需求，这个应该透过我们的单位来，好不好？你说我要发文给海巡署吗？不是，我意思说，如果你有什么作为，我是不方便跟你碰头了哈，也不方便跟你谈一些其他问题，好不好？已经十几年了，差不多有十年。那我还是不方便哈，好不好？为什么呢？我们只是想请教你了解。没有了，那我不方便了哈。因为像其他有一些不用了，我没有办法跟你谈这些，好不好？啊，不好意思。为什么呢？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您。据我们了解，您是最后我不方便再跟你谈了，好不好？好，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了哈。天团结无期望，弟子救国王，孟子立了周四方，不怕刀枪，只怕敌人降。秦丧四朝，剿灭疆场，才算好儿